未来没有留白。我他们上次说不是很喜欢这个造型，嗯，我们看这次能怎么做。迷失了方向，因失去支点，没有任何照亮，只好把脚步放慢，在原地踏步，让人不知所措，前段的路显得好漫长，需要扶持未来的路途，反复停留无处，感觉害怕孤独，停在何处，停在何处，下一站回到了哪个阶段，停在何处，四方无助，那才是悲哀。在原地踏步，让人不知所措，前段的路显得好漫长，迷糊需要扶持未来的路途，反复停留无处，感觉害怕孤独，停在何处，停在何处，下一站回到了哪个阶段，停在何处，四方无助，那才是悲哀。停在何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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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站回到了哪个阶段，停在何处，四方无助，那才是悲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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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